哦，三只，四只。那你为什么停下来？好多只。我刚刚哦，四只吧。哦，飞出来哎、欸，那只要咬嘞，你还收起来。有一只翻起来，尾巴连我都看到了，紫色的。大了、哦。大概六十吧。还原长色，我看到尾巴。全部躲在这里面，怎么那么多只在一起啊？这棵树本来就都会长的。今天上午应该太阳蛮大的，加油！加油！起床！拍谁哦？套炸就给你丑衣。没有吧？就是那个开了 OSP 那个掉比较久吧。靠，不是真稳啊！我昨天晚上看他们新闻说进大水，我才去过啊。哪有进大水？也是26、27而已啊。昨天的新闻呢？是啊，还不够，不够，还没40吗？啊、不能来看你哦。我48去过啊。我们上礼拜才去，上礼拜才去过啊。是啊，23趴。超标的，怎么这样？我不知道哎、欸。那颗不是刚拔好完？对啊，没有，我已经又敲了3、4趟了。这坏掉了。他上次也这样。2000可以买。日币哦。日币也可以啊。对啊，你看我对你多好。这么好心2000。看我都想说1000。你说好心耶。人家说日币。对啊。半桃赔礼。人家说日币1000买贵了三年。我怎么闻到烤肉的味道？鸡爪八爪。我跟你讲，草区里面有一群三间，都是那种40那种。怎么有三间呢、啊？有人放啊。是哦、喔。嗯。活得下来哦、喔。已经活下来了，已经破很多建筑。住很爽哎、欸。啊？住很爽哎、欸。对啊，再过两年就掉三间就好，不用掉五了。对，而且三间他们还电不到，为什么？会躲、啊，晚上不休息。第一个会躲，第二个三间的肉不好吃。哈哈，哎，可是有人很喜欢吃呢。没有，他的肉太惨了。什么东西？可以再丢一只啊？前面都在。爸爸。一坨草。多少人都钓到记录鱼了，就你还没钓到。哦，记录八斤这条黑的大吗？这条黑的他妈20磅了，这20磅，哦，换气，它多大？多长？92，9220磅，全黑的炸水表，哦、超帅，靠要铅笔，哇，过了，你用铅笔，你又这样丢，干！你的一声干害我吓一跳。吵成这样都不要。我真的觉得这些坦巴掌没有用。太吵哦。我觉得。哦，这种吵。中央水道。一口都没有。一口都没有。我妈，我那天下雨，水还没有到那么浊。对。那下雨的时候，现在毛毛雨的时候来钓，也一口都没有。下大雨的时候来钓，也一口都没有。绝迹了是不是？我已经连续在这里试一个礼拜了，礼拜要礼拜五都在这里试，那、啊、这礼拜每天都下雨啊。就昨天有下，但是没有下很久。但是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真的掉人了、啊，掉很多、哦。那时候小只什么极炸无比，很好玩的、啊。你只要饵掉到水里面，还要炸掉；饵只要掉到水里面就炸掉。这么开心，很好玩。然后他们掉很多。小只的、哦，嗯，一片死寂。哎、欸，太阳晒屁股了，起来。然后昨天就赖我说，你们这里的黑虎他妈只追不咬，你想太多了，那个不叫追，那个叫跟。看得到就很好了，所以那只20磅的是很爽，真的很爽。刚那个超级，刚那可以长一辈子。从哪边出来的、啊？草区第一排。跑去第一排呢，那里都出大了、啊，九副也在那边钓到了。果然还是日月潭这个熟悉的味道。日月潭算是最松的一个地方哦，最没有人管的地方。对，完了，现在都连暗泡都不行。
看到你。那自从乌山头出了那个事件之后，他妈的风管处请了大概8000多个保全吧。你说这里哦？嗯，然后保全从8点开始在步道散步，散步到5点。我操！他走过去再走回来，走过去再走回来这样子。那乌山头你们有去吗？有啊。那好吗？然后你看得到球了，他通常他都不咬。还好，我们那颗就看得到啊。你们看得到啊？只是20颗才中一只啊。我们竹子里面的戒心比较低啊。对。你在水道上或旁边的啊，就带着跟你跑捉迷藏啊。就是你看得到，看得到在追他的球啊，在追他的球，通常都不会咬。都躲很远啊。但是我们最后那一颗是在黄昏啊，他就在水道中间，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也没有啦，其实都在等这场雨啦，这场雨后应该就会慢慢出来。不是啊，这水都漏满了，为什么要等一场雨？你水，它今年水太早满了，就是它满的时候就是还很冷。哦，对，就是它没有配合好。哦，那去年是因为热的时候满起来，所以去年超级无敌好。就是唯一有可能藏黑虎的地方，你就这样把它弄死了。什么意思？那挂在树上了。先让我左右丢个两杆。我昨天还逮一只他妈的50公分的黑虎，到底会怎样会变黑啊？地球的时候，地球的时候就变黑了，是啊。它旁边绕了一只那个8、9只那种小芝麻。你们想不通哎，它干的口味是真的有点不一样哎。没有，通常母的比较大只不是吗？干斑呐，扯走哎，确定哎，做娱乐效果，它小。骗住！它这个水位应该下面都有草洞啊。爆了，爆一口，终于爆一口了。干你很低沉哎。对啊，这还在跟它走，大概60啊。你冲这样小啦，钓不到。咬住。那个是真的要来吸的，你有听出来那个声音是吸的吸的吗？它都吸一口就走了没？今天唯一的咬口啊！不要吧，现在才几点？几点？啊，我想起在日月潭的恐惧。没错。啊？水漂打好打满了、啊，不打进去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打进去之后又觉得更对不起自己，双重伤心。你倒是水漂给我扎一个来看看呢、啊？都已经妈的打到子宫深处了、欸。哦，有好魔鬼，老鱼啊，太棒了！哦，哎，哥的，亲了一下，高斌那宝贝，卡拉咪，哎，有一只啊，黑黑的，小小的，开船载下去打，哦，三只。四只，那你为什么停下来？好多只，哦，四只吧。哦，飞出来、欸，哎、欸，那只要咬嘞、欸，你还收起来。有一只翻起来，尾巴连我都看到了、欸，紫色的。大了，大概60吧。还有原长色，我看到尾巴。全部躲在这里面，怎么那么多只在一起啊？这棵树本来就都会穿越。不是出来一起出来玩。那我突然吓到。这一区看起来很好躲啊，垃圾区。可是他们还没有起秋啊，感觉没什么要咬，就躲在水下大概50公分。它只有跟出来而已，不咬是不是？没有。有啊，我看到有一只有山上来啊，我不知道你最后有没有看到啊。还在最后你收到船边的时候。哦，那可能因为我在盯后面的。哦，安的。这些人真的是有够没有战斗力的。超惨，炸死的黑虎！哦，我没打、啊，我看到而已，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咬。不是跑，是什么？他就是在地方，他就在找地方都打炮了，跑山起来了。他觉得这里好，他才会待在那里啊。风水宝地，你知道他那个草盖下来下面都是洞吗？是吧？哇，哇，丢嘿！接住了，好准哦！空手夺白脚。对啊，又是第一次了，以前我都瞄准他。你
道都认识耶，然后每次来也只能骑脚踏车啊。还好还有脚踏车。对。那就上九十啊，这样子啊，那这边能去哪啦？对，那这边已经算好了啦，还有饭店可以住。哎、欸，九十的那只黑虎就从那里冲出来了。你说那个洞吗？对，你丢那里。这个，嗯，挖烂它。彪姐啊！哦，有珍珠石斑，珍珠石斑出球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仔啊。珍珠石斑球啊，那就珍珠石斑球啊。哦。它会固吗？会啊。哦，好多珍珠石斑哦。哦，那边全部都是啊。珍珠石斑，珍珠石斑，我也是鱼尾。满满的球啊。哎、欸，怎么这么奶茶啊？谁要来？这个他要是炸得准，我也是输他了。想咬就会咬啊，我这种事我在白河咬过啊，你忘了吗？哦、而且我也是用水表啊，用热狗啊。记不记得被断线的那一只，也是这种色啊？这已经不是奶茶色了，那是养乐多色吧？回去要，没有，它没有壳啊。哎，在这边弄起来的会不会是牛奶色的虎啊？整只白色啊！传说中的白虎啊！看怎么那么多珍珠球啊？这已经被珍珠占领了吧？我没看到三间，前面那里，这个三间也好，还没到，这不知道还在不在、欸，现在水族看不到了。三间区哦，三间区在全部，三间都在这区，睡觉不好嘛，就要来跟我聊天。搞啊，等一下下雨了。你等一下可以在窗户睡到三点啊，等下雨我们再出来，等下雨我们就下课了。这个植物好像不错。哎，起床睡。看来鸟超多的啦。满满的鸟哎、欸，这里面是不是太熟悉了一点？人家跟我说这是白鹭鸶还没长大、欸，黄头的都是幼鸟，然后长大会变白的。哦，起风了呀！现在连打个换气都没机会了、欸。你有看得出来我挖很多洞吗？这个今年秋天应该很好玩。挖？嗯，什么意思？就是我去把那个草砍一个洞一个洞的、啊，看那边拿喷草机去把它喷一喷。哦，这都是你干的哦。对啊，你看不出来这是人工的洞啊。难怪那么不自然。你看这洞很人工吧？对啊，就是直接捅进去这样子。这都是我特别去挖的。那你可以放个滤水器吗？我想把我的草也都。干你！我可以放个滤水器吗？如果你放个滤水器，应该不错。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把闸门关起来不是很好吗？找个人去把洞填起来。这个到时候一定都会躲那个、啊，一个都是挖的、欸。干真辛苦哎、欸。可是挖得很隐秘啊。干为了让你们钓比较好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欸。我是真的，等水浅的时候，干就被拿喷草机去把它割一圈哎、欸。那这割了我好几天哎、欸。人形碉堡。就是挖那个闪兵坑哦，对，要让他们有地方躲。又是真的，你看我砍掉的草，我都还把它留在那边，感觉玉米生蛋都会生在那里。这个地方看起来就超好躲的啊，欸、用空拍机就看得到呢、欸。大家都在等涨水。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水库的水位到底在哪里。这个地方就漂漂亮亮的，怎么大小都没有，啃都不啃一口，骗住！大概收三用水嘎，都是骗子，还是他们在等一场雨？果然是日月潭熟悉的味道，无限抛投的味道。哎、欸，干有根呢，在我后面，他绕到那边去了。憋，哎、欸，这样一只可以卖多少？这种东西有价无市啊，就是有价无市。野生憋啊，野生憋，餐厅都会收啊。不要动，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士官长都跑去那个溪边要钓，憋会一直浮上来吗？他要换气、哦，他要换气。不够。
快起来了啦！到啊！你要这样走了哦。他在拍照，为什么我们没有？是在当背景吗？削进去最里面呢、啊？哦，有洞，有洞啊！真的假的？来啊，91的啊！单车变摩托，他们说他们早上这里有在，对没？这才选第一道啊！为什么我都只看到 Gear 而已？这你还看得到 Gear， 连鱼都没看到。我、哦、好久没有丢到手痛了。我靠，跟真文的频率真差。怎么没有黑嘟嘟出来？都已经吓成这样了，你还要怎样？黑人会召唤术啊！叫他出来。有啊，有出来啊，珍珠石斑。一堆。今天你二选一都选错，那能怎么办？凉了，鱼也给你下了。还想怎样？对啊，只有很凶的珍珠石斑。是吗？这一只是虎还是石斑？珍珠石斑啊，干三小，虎都猫怎么样？我想再多看它一下，那满满的石斑呢、啊？你们不应该是虎的食物吗？之前也没有游的这么多，这个地方。所以它现在有石斑吃，干嘛吃虎？干嘛吃你的手嘎？快就到了命运交叉点了。他们说早上都咬这一排，这一边，这边，这边，这一块，没错。前面这一块啊，该是中鱼的时候了。然后充满勇气的丢进去，他也是充满勇气的不给反应。大脚啊，没有了，珍珠石斑，终于看到尸体了，尸体，珍珠的尸体啊，剩头而已，好惨哦，没有，看起来那么新鲜的，大概有个三天了吧，人家还是有想吃东西的，只是你们刚好没有甩到那一只而已，满满的珍珠，珍珠大平台，哎，下过雨了呢，哎，雨也给你下了，干。出来见人是死是啊！出来见客，还要谁崩一个100块？当当，挑战失败。已经落到安尼啊呢？还是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哎呦！你刚那个雨是很赞的雨，连炸一下都没有呢，怎么会这样？今天这一片不知道怎么剪了。哎、欸，另外一只船还没来哦、喔，那就直接给他扫地就到了。扫、啊，因为扫了、啊，钓完就跟他们讲说没鱼可以回去了，东西收一收。你们开始钓了没？没钓回去了。人生总是这样。如果他们中了，我是不会跟你们讲。这么难过的事情，你们不要接受这个事实。悲伤乘以二、欸。如果他们敲到了，在第一排敲到了，是真的会生气的。你是要被公干是不是？有跟动，有跟动，有。操算了、欸、操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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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拜托咬他咬不到他傻笑我没有停欸他也没有停啊傻笑啦那是轻而已看400块哦他咬了4次我刚刚想说奇怪后面是有东西在跟他咬了4次啊刚刚Simon说咬一次100啊他努力耶，4次，啪啪啪！等一下后台领钱哦、喔。后台领钱。哎、欸欸，你这段我怎么剪呢、啊啊？全部都是脏话。干干干，都一直干。不是，那真的很生气，在你面前，你知道吗？不然你就把它弄成哔哔哔哔哔这样子，一直哔，那大家就懂了。他知道啊，60，应该有，应该有。笑烂呢、欸。他就一直哔。你要不要换三叉钩？这有收获。那一只大概追着咬了1个小时吧，他就没有要抱的意思啊。他没有要认真咬的意思啊！真的，他只是想咬一下。他只是，可是这个今天已经算凶的了。有嘞，我看他是有开口上来吃。有啦，有啦，有2次。
快吸进去那种感觉。后面那两次都快吸进去那种。对，但是热狗就会走位没，那就不好吸耶。人家刚刚连个水花都没有，你炸个毛啊！有啦，我有看到要吃了。有啦，有水花啦。顶多只是算清一下而已吧。我从很远我就看着那只鱼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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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不够不准呢。他就是来调戏你的啊。其实他只是穿上一个鱼虎外衣的珍珠石斑。大的还小的？大概是40-50吧。那珍珠啦，巨型珍珠，就是一个披着鱼虎皮的。对啊，没有，他穿的救生衣是鱼虎的，鱼虎型。认真是珍珠，而且他比刚刚那只鱼虎还要凶。对，很凶的珍珠。认真的珍珠哦，认真的珍珠哦，不是披的皮而已哦，认真要咬的珍珠哦。进入牛奶区了，夏然说你吓不倒我了，这几天都在下雨，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出来了？这草心真的也太不给力了。对啊，咬都不咬。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草心。没错。至少你有被咬四下，只有两只啊！明确的目标过来咬。今天那个虎跟过来都不咬你，是啊，你谁要救王给小孩？你要确定人家的草搞过一次。哎呦哎呦哎呦！炸一口！你确定呢？我没看到鱼啊。有啦，蹦一个啊。完蛋了 ，A 人病入膏肓了。那到底是吃快还是吃慢，还是都不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卡拉咪，卡拉咪，卡拉咪，没有没有，四五十。哎、欸，这个是长得很讨人厌啊。对啊，我是我哎、欸，是他啦。啊，你们都一样讨人厌啊。都很讨人厌。你太慢，你太慢。你拉很慢，然后结果他很慢的跟在你后面。对。然后脑中渐渐升起，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又来又来又来。你整每一杆都在那边又来又来，你啊，就珍珠石斑呗。为什么珍珠石斑对这种跟它身体差不多长的有兴趣？该不会那么重鱼了吧？快放弃了。一整天都被珍珠石斑戏弄。你可以啊戏弄我，你可以啊玩玩我。这钓黄魔鬼啊呢？是啊。他们要在船坞钓黄魔鬼啊，快一点。那这样还不如去钓珍珠石斑比较快。对，那珍珠石斑比较好吃还是红魔鬼？红魔鬼，珍珠石斑没加煮。是啊。对啊，我之前在这边钓过两只，然后把它煮来吃啊。不好吃。臭车。珍珠石斑不会臭车啦。我怎么知道怎么杀的？你没弄干净吧？我觉得是。就是它跟红魔鬼比起来，红魔鬼比较好吃啊。红魔鬼是因为比较嫩吗？它对啊，它比较嫩，然后也有一个香味。有香味哦。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味，魔鬼的味道。对，有魔鬼的味道，还蛮好吃的。哇操，逃不掉咯。鱼肉。三升 ，OK。两样，抽鱼还是要收工啊？收工，我们很识相的。抓花吗？好、啊、了。